一般的食管胃底静脉曲张，第一次做完套扎治疗以后呢，一般隔2周左右就需要进行胃镜复查。如果说食管静脉曲张的情况依然比较明显的话，可以再次进行套扎治疗。治疗之后呢，可以再过2到4周呢再复查。经过反复的这样子进行治疗之后，如果说再复查以后，胃底静脉曲张的情况已经不太明显了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延长这个。